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那我们来抽这次的公主宅急便，莉亚娜怎么抽到吧？我看一下哦。必定是尚未拥有，首次抽到。OK， 这种像新开放的首次抽卡的这种卡夹、啊，大家一定要去抽一下，至少中一次啊！这一次一定是你没有的，所以大师我这边已经有安杰丽娜跟雪莉，所以我一定应该说，如果能中 SSR 的话，一定可以抽到莉亚娜。Go， 究竟会不会抽到莉亚娜呢？莉亚娜，莉亚娜，莉亚娜，没有，啊，没有，哎，我这么卷，其实还有38张，才可以抽三次，连续抽是不容易中啊。刚才按太快了，这个应该让他跑一下，给一点希望啊！是不是第二次都中了？简单嘛，这款游戏没难度啊！哦，莉亚娜，我的啦！はじめまして、光の神殿の巫女、莉亚娜と申します。耶，お会いできて、耶，本当に嬉しいです。耶、yeah ！啊，佛心来者啊，这个公司真是佛心来者啊！啊，谢谢谢谢，太赞啦！耶、yeah ，其他不重要，其他都不重要，好爽哦，干超爽哎、欸，真的很爽，看一下，哇！ずっと闇の王子の人質だった私。今度はもう気にする必要なんてないよね。ないよね。圣洁的修女。那应该是转先知吧，对不对？理论上。福音。圣鸟。群体护盾。好啦，谢谢大家这个收看啊啊，不小心都抽中了，那我们把它升个级啊。但是我都是这样子升级的啊，就是如果有一个新角色的话，我会这样升级。乱按的，差不多吧，这样应该可以吧。好，就这样。然后这时候就一直狂喂。然后就可以直接转职。好，那我们直接转职吧 ，Go Go！ 终于有最强的捕食之一了，耶、yeah ！看一下能不能直接让他转到三阶。あなたに助けてもらってばかりね。ばかりね。啊，好正。哇，材料根本就是充足啊！士兵五针。胸五针，然后转先知，基本上转了先知，然后再拿到群体圣鸟补血的能力就大幅增强很多了。然后光辉军团的话，只剩下艾尔文跟雷丁没抽到，不然就凑齐了。平和で静か。ほら、あなたも。
少し休んでください。等等塞，群体护盾，太棒啦！然后不够，哈哈，所以我还没有圣疗这个技能，这在行动跟群体护盾，这样子好了，好。那这集到这边结束了，那这个记得去抽啊，大家至少中一张 SSR。好啦，那喜欢我们频道的话，频道左上的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影片你就有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这集收看，拜拜。